同学们 ，Zespri 跑遍全球60多个国家，就是靠品质把关闯天下。跟着老师到果园一探究竟，你看这些奇异果饱满又结实，有果堪摘，只需摘呀！果农还在等什么 ？No！原来呀，奇异果不同于一般的水果，正是采收前，果农爸爸们都会自掏腰包向纽西兰国立农产品检验所申请品质检验。每年检验所都会派人来果园做 GPS 定位抽样，帮奇异果做全身健康检查，包括硬度、甜度、熟度、果肉颜色、籽的颜色、果肉与水分的比例。24小时之后，上网查有没有收到采收许可，没通过就要再自费复检，通过后就能开始人工采收喽。每年3到5月，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果园，在专人监督下进行严谨的采收工作。一箱箱奇异果送到包装厂，依外观分配到 Class 1、Class 2、Class 3不同班级。Class 1的奇异果还要再放到机器上，接受选美淘汰赛。主考官们会用放大镜检查奇异果的蒂头是否健康，太软、有黑点、受伤，通通 out。从种植到运输，上千道评检关卡，都浓缩在这一张生产履历身份证里。最后到港口，还得通过突击检查，确保到全世界的奇异果都是让我们安心享用的好品质。接下来，奇异果背后的神秘人物即将登场，敬请期待喽！